Today is gonna be a good day. 这会可怕哦，他感觉一粒黑芝麻一样。拍 MV 的小时候呢，应该要装下这种可爱的小昆虫。好啦，你就回去吧，我想要抓更厉害的。先休息，等下的话你演 OK。拜，走吧。要往这吗？是不是有一个步道啊？公里步道啊？嘿嘿。我觉得我有一天一定要用去什么什么大什么森林啊。然后去抓虫，就可以拍一个特辑，然后是给小男孩看，有没有道理？那我们做一个结尾吧。今天的城市探险就结束了，还能怎么办？但其实，可能是这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小蟾蜍啊、怪天过来玩。小猫咪，嗨，喵，哇，你有听过破音的猫叫声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走。有时候啊，找虫子可以在这种木头上面的椅子、桌子啊。因为这么小的金龟子，你敢？哎。